近日，赵丽颖主演的新剧《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，正在紧张的拍摄中。最近正好有一场落水戏，不会游泳的颖宝在冬季的超低温度下依然坚持跳下水。虽然这些行为都是身为演员的本职工作，但粉丝仍不免有些心疼，也为颖宝的认真态度打 call。 虽然跳水很勇敢，但不会游泳的颖宝依旧会紧张，这一跳居然跳出来个表情包，粉丝还贴心的为他制作了全套表情包。据悉，赵丽颖在开拍前手指镜头甜笑，还对着导演喊话，导演希望我明天还能见到你，也是非常可爱了。3、2、1扑通跳，配上文字还是很逗的，网友粉丝纷纷表示支持喜欢，为他点赞。同时也有网友表示不敢心疼他，因为前不久被替身事件闹的，有部分网友表示这是演员分内的事，使用替身也是不对的，然后变成黑赵丽颖，所以现在会有粉丝表示不敢心疼他。其实不是科班出身的赵丽颖，能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，不得不说能有今天的成就，赵丽颖确实是付出了很多，她的成名实属不易。赵丽颖这股肯拼肯努力的劲儿，着实让人不得不爱。当初赵丽颖刚出道时就受到了各种反对的声音，她从来都不反驳什么，而是自己默默的努力，认认真真的用心的去拍好每一部戏，她的努力可以说是娱乐圈公认的，还有她几乎每天都是笑着面对大家的，不是吗？